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在这个图了哈，四边形 ABCD 当中，这个角是60度哦，角 ADC， 这个角是30度了，然后这两边相等，那么他要你证明说哈，这个平方等于这个平方加这个平方了。好，这怎么证哈？首先是60度嘛，它就有等腰，所以这是一个正三角形。这是一个正三角形，那我假设这个边长叫 A， 那这个边长也叫 A 啊。好，那我看呢这个什么呢？我看这个三角形，这个我叫做或者这个叫 B 好了。好，那这个的话叫 B， 这个的话呢就叫 B， 那这个的话叫 A 好了，那这个叫 C 好了。我们来看看呢，这个三角形 ABC 啊，我们用那个正弦定理，正弦定理是说 B 啊哈，啊除以 sin 30度等于多少呢？等于这个 C， 这个角度我叫 C 大好了 ，C 哈除以 sin 呢 ，C 大，啊也会等于多少？也会等于这个 A。那这是西塔的话，这应该多少？应该是150度哈，减西塔，因为三个角加起来180。哦 ，A 除以 sin 多少呢？150度哈，减掉西塔。好，那我们呢把 A 跟 C 哈，用 B 来表示。哦，啊这是二分之一嘛，所以这一项哈就是等于2 B。那这样我就晓得 C 是等于多少呢？ 2B sin 西塔。然后 A 的话等于多少？等于 2B、啊、乘以多少呢？乘以 sin 150减西塔，这是等于 sin alpha， sin 150是等于 sin 30，是等于 sin 30度了，这就是 sin 的 alpha， sin alpha 是二分之一，我 sin 150就等于 sin 30度，啊 cosine 呢西塔，啊减掉多少？减掉呢 cosine 150度，就等于负的二分之格绕三呐，负的 sin 西，负的 cosine 西塔嘛，所以负得正，这是二分之格绕三，哦这是，减掉 cosine 呢150度，啊乘以 sin 西塔。那这个就是等于二分之一哈 ，cos 西塔加二分之根号三 ，sin 西塔。那我约掉二好了，就是 b， 要乘以多少呢 ？cos 西塔加根号三 ，sin 西塔。好，那我可以把 a 跟 b 哈 ，a 跟 c 表成 b 啊。好，再我们看看呢，这个 BD 长度多少？我们看这个 BD 的平方了啊，因为它要证明 BD 的平方嘛，等于呢 C 的平方加 A 的平方嘛。BD 的平方等于多少？BD 的平方我们看这个三角形，那因为这个是正三角形嘛，这个是60度，这个也是60度了，那 BD 的平方就是等于。这个平方这 A 平方加上这个平方 B 平方，减掉两倍的 AB， 啊 cos 多少 ？cos 这个角度60度加西塔，这个等于多少呢？这就等于 A 平方加 B 平方，减掉2AB。这展开来以后是 cos 60度二分之根号三 ，sin 西塔，减掉多少呢？cos 60度 cos 西塔 ，cos 60度是二分之一啊，cos 西塔，减掉 sin 60度二分之根号三 ，sin 西塔，所以呢？这个就是等于 A 平方加上 B 平方。
减掉 AB， cos 西塔减掉根号三 sin 西塔。好，那现在呢，我把 A 跟 C 带掉了，我现在这里的话 ，AB 嘛，我现在把 A 带掉，或者是我先算什么呢？先算这个 A 平方加 C 平方，还是先把 A 带掉 ？A 的话是多少 ？A 的话是这个，这个 B 平方 cos 西塔加上根号三 sin 西塔的平方。好，然后减掉多少呢 ？A 的话多少呢 ？A 就是这个 b， 啊乘以 b 的话就 b 平方了啊。然后 cos 西塔加上根号三 sin 西塔乘以 cos 西塔减掉根号三 sin 西塔。好，那这样等于多少呢？这样是等于 b 平方 cos 西塔加根号三 sin 西塔的平方，减掉多少？这是 b 平方，那这 a 加 b 乘以 a 减 b 嘛，就变成 cos 西塔平方减掉三 sin 西塔平方了。那这样的话呢，我可以把它给合并一下，哦 ，b 平方，这里有个 cos 平方，这里有个 cos 平方，这里 cos 平方消掉，啊 sin 呢 ？sin 平方这里有三 sin 平方，呼呼得正 ，sin， 三 sin 平方就是六 sin 呢平方西塔，啊加个那个交叉项。交叉项是两倍的二根号三 ，cos 西塔 sin 西塔。哦，这个是 b 平方。那我们先来看呢 ，a 平方加 c 平方等于多少？哦 ，a 平方嘛哈，加 c 平方，这个是等于多少呢？这个平方就四 b 平方 ，sin 西塔的平方。加上这个 a 平方 ，a 平方的话就是 b 平方，啊乘以多少呢？展开来要这个平方 ，cos 平方加二根号三 ，cos 西塔 ，sin 西塔，加三倍的 sin 西塔的平方，那这个等于多少？这个的话哈，这个把它加进来了，加进来就是 b 平方了啊、哦。b 平方四倍的 sin 西塔平方，加一个 cos 西塔平方，加两倍的根号三。sin 西塔 ，cos 西塔，再加三倍的 sin 西塔平方。好，那这里有个 sin 平方加 cos 平方就是一啊。所以这有一个 b 平方，这是一加多少？那剩下三倍的 sin 平方加三倍的 sin 平方，就是六倍的 sin 了哈，西塔平方再加二根号三 ，sin 西塔 ，cos 西塔。好，那我们来比较一下，这一不一样？这个跟这个差个一啊，所以我这里一定有漏掉一个一。我们现在来看看哈。这里有没有漏掉一个一啊？这个的话呢是等于这个啊，减掉三哈 ，cos 平方，我们看看呢这个 a 平方啊。这里的话有没有漏掉一个一啊？
这是 a 平方加上 b 平方嘛，二 ab cosine 二消掉，二消掉的话哈 ab， 那这是 a 平方 ，a 平方的话呢是多少？是这个加哦，这里有个加一个 b 平方嘛。这有个加一个 b 平方忘了，我就直接把 a 给带掉，所以这里还要加一个 b 平方，我就说这里还要加一个 b 平方，我这个 a 平方就是这个嘛，减掉 a 的话我就带多少，带那个带 b cos 西塔加三跟到三 sin 西塔，乘以多少，乘以 b。这个嘛，所以 b 平方嘛，也就这一项的话呢是这一项，那我少写了这一项，也就这里这里的话呢有一个 b 平方加这个，好，那这样的话呢这里b 平方加等于呢 b 平方加，然后把 b 平方拿进去。拿进去以后的话就多少呢，就是 b 平方一加六倍的 sin 西塔平方加两倍的根号三，二根号三 sin 西塔 cos 西塔，那这样就一样的啦，这个跟这个就一样了，所以我就晓得 bd 的平方，BD 的平方呢就等于多少，就等 A 平方加 C 平方，那 A 的话就是 BC 嘛，BC 的平方再加那个 C 是 AB 啊， AB 的平方这样就得证了就是用代数呢比较麻烦，把它算一算。